科学家告诉我们，速度最快的都认为是光、电磁波啊。现代科学家证明，光跟电磁波并不是最快的，确实有超过光速的。我们的念力是最快的。 再远的距离，七念就到了。还原观上跟我们讲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有三种周边，周边是周边整个宇宙没障碍。啊，第一个就是。 变发界，刚才讲了，周边宇宙没有时间、距离，没有没有先后，没有距离，念头才动，就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就是整个宇宙都达到了。我们念头好像发射台，电波的发射台，念头才动。 整个宇宙都受到了啊念头，那我们的身体状况呢？身体这是物质现象，物质也是波动产生的，这个波动的速度跟念头速度是平等的啊，通通周边发现。 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肯定它的存在，不再怀疑它。那我们头一个念头就会想起：我起心动念，一切众生，阿罗汉以上的，他们全知道。 没有秘密，甚至于动个念头自己还没有觉察到，别人先知道了。啊，世间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啊，鬼神有小偷，前面我们读过的，天神、鬼神。 都有这个能力，但是能力很有限。虽然很有限，在我们周边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也知道。啊，他说他心动。啊，人不可以起恶念的、啊，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啊。 你瞒人可以、啊，人很愚痴、啊，没智慧、啊、鬼神瞒不了他，这休闲人是更瞒不了他。啊，菩萨，我们刚才讲大乘的菩萨，啊，小学能力有限，那个能力有限。 是天神都比不上的，在我们看起来，他能力已经不可思议了，啊，跟菩萨比，他差很远。啊，那八地以上就更不必说了。 八地以上，大概达到圆满的阶段了。啊，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，叫做本能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佛说：“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。”啊。 阿弥陀如来、提罗遮那如来、释迦如来，每一个人的智慧跟他们平等，能量跟他们平等，神通也平等，没有一样不平等，都有啊。现在有没有丢掉？没有丢掉，因为自信。 不生不灭，啊，永远不会失去。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现解？现在是因为我们有烦恼，把它障碍住了。